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轉一轉身份，轉翻做小六，係啦。咁做咩咧？就係、繼續講漫畫咯，係啦。咁樣好解答翻，一條比較自己慘嘅片先，就係上次歐比同埋千嗰條片。臨產之前我都仲好彩，我收到留言係啦，收到六喵嘅留言，問我可唔可以留言，問我可唔可以畫。兄弟戰爭裡面的流星，我沒有看到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有上網 search 啦，咁當然係啦，咁我都 search 到嗰個作品流星嘅角色，有蚊嘅點解？有蚊嘅呢度嘅角色係邊個啦？咁樣好就我唔太清楚裡面呢套作品係講啲乜，我都未睇，咁樣唔講咁多先，去咗片睇下呢個角色點畫先啦。兄弟戰爭其實這部作品都非常之特別，就是講女主角的爸爸再婚啦，咁女主角的繼母呢就有13個仔嘅，大家可以想像一下，突然之間多了13個兄弟出嚟喎，哇！比作是我啊，都覺得很奇妙的感覺，我覺得。而今次畫的這個角色劉新呢，他就是在這13兄弟裡面排第8的，那他的年齡大概是21至23歲，我搜了很多資料，那他呢就是一個美容師來的，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很唯美啦，非常之有性格的。大家剛才看不看到我拿了一盒新的 marker 顏色筆出來，那那盒marker 咧就喺嗰间叫做生活用品啦，我唔记得咗叫乜名啦，嗰间嘢嗰度买嘅系非常之抵啦，有咁多只色，但系都可以见到个质素就系、是，只要我油多几浸颜色喺同一个位置咧，张纸就会食唔到嗰啲颜色嘅墨水啦，因为系比较湿啦，所以咧我画多几下咧。嗰只眼睛油油下，竟然俾我油烂咗，我真系吓死！好彩最尾俾我救得翻。嗰只松鼠系咪叫做朱莉？有冇佢嘅 fans？ 希望唔好打我，画得咁丑样，我唔系有心噶。跟住最后就系、是、我竟然留咗留身嗰个 signature 去嗰条颈链啊！我唔记得咗画啊，真系非常对唔住啊！呢只松鼠我系见到几得意，但我画得好丑样呢只松鼠，系咪？係啦係啦，同埋我喺片中裡面用咗嗰一set 咁多顏色嘅 marker 咧，就係優品生活裡面買嘅，嗰啲叫做 marker 係咪 marker？ 咁樣都有網友問我，哎呀小佬你嗰支馬克筆喺邊度買啊？咁先前嗰啲咧就係喺淘寶淘嘅，咁當然啦，我都有同朋友去過美術用品店裡面睇30幾蚊一支有牌子嗰啲嘅。嘅馬克筆啦，係馬克筆啦，係好用好多，漸變嘅效果當然做得更加好。呢一盒咧就30幾蚊，有咁多支，咁嗰個品質就當然同好多啦，同埋嗰個效果就當然差好多啦。因為大家都見到啦，我只係點多幾點色喺上嗰度，張紙呢張紙已經食唔到啦，呢張普通 A4 紙。已經食唔到啦，因為已經好似濕咗水咁樣咧，刮爛曬啲紙噶啦，係啦，所以我都要好小心咁樣用。咁就希望大家俾翻個 thumbs up 我啦，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繼續留意住我嘅片啦，同埋可以多啲留言話俾我聽你想畫啲乜啦。雖然真係收到太多角色，我而家數下手指，我都應該收到仲有6、7個係咪？仲有5、6個到啦，5、6個角色。排緊隊，係啦，5、6位朋友都排緊隊，但係都幾搞笑，我覺得。我拗花咗我朵玫瑰花，因為有啲鞋嗰啲塵物吹到我個，哎呀真係花咗。希望大家多啲留言啦嚇，記得留意埋下一條啊，因為接住落去仲有另一條漫畫片嚟咁嘅。好，咁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